我看这日子是没法过了，没法过了，你给我走！爸爸妈妈，你们别吵了。走走走了，你别回来了。爸爸，你快点把妈妈给我叫回来。吵什么吵啊？大的事情，小孩别管。爸爸，你干嘛对我？我要妈妈，我要妈妈。爸爸，起来做早餐，我饿了。拿去，自己买早餐吃。爸爸，还有我没衣服穿了，这两天的衣服都没有洗。穿这件吧，这件还算干净。爸爸，这个衣服好臭啊！先凑合穿一天吧。一大早上的，你哭啥呀哭？我好想妈妈。行了行了，你先去上学。爸爸，你怎么又哭了？同学们都说我臭，不和我玩。我想妈妈，我想妈妈。希望不哭啊。爸爸，现在就去接妈妈，以后再也不和妈妈吵架了。